爹哋，你放心啦 ，Andy 件事我搞掂咗，佢唔会再翻嚟香港，大伯都来唔及。咁如果佢哋揾到 Andy， 你系咪谂住杀人灭口啊？啊！你个衰仔，搞完一镬又一镬，害人害物。如果你唔系我亲生嘅，我一早就踢咗你出休时啦。 二少，阿嘉碧咧？哦，头先我见到细丽丽喺起咗花园。你唔好乱嚟啊，高成！你无端端送咩礼物俾 B B 啫？你唔好谂住志斌系你个仔，个 B B 就系你个孙啊！唔记得咗啊？志斌系姓邱噶，个 B B 仔出咗世之后都系姓邱噶，唔关你姓高嘅事啊！ 喂，系，我系高成个仔，入咗医院。高先生，你父亲因为一宗交通意外被送到医院嘅时候，已经证实死亡，请节哀。 搵出世子，搵出世子做乜嘢？我都出世子，点解我证明到我同我老豆同志关系？跟住我帮佢打身后事，你小心啲啊！只手，你冷静啲先啦，你冷静啲先，你冷静啲，你谂清楚先。你冇讲啦，你冇讲啦。 点啊你留言又唔复，知你喺度啦，冇事啊。有数啊！我今日嚟咧，一半为咗公事啊。揾咗交通部嘅同事攞呢条片，揾到当日成叔出事喺公路嘅 CCTV， 呢度就系出事之前嘅片段。我老豆揸车不嬲都好小心啊。 绝对冇可能乱嚟。经过初步检查，成叔架车冇发现任何机件故障。验尸方面证实成叔嘅死系脑部严重出血致死，但系架车由失控到撞得几秒钟，连法医都唔能够证明究竟佢脑部严重出血系发生喺撞车前定撞车之后。
另外，公路條 CCTV 影到成叔撞車之前，架車突然間 S 字形咁喺度滑行。以我哋推斷，應該係揸緊車嘅時候，突然間腦部爆咗血管。許德俊，你知唔知成叔有冇啲腦血管問題啊？冇耐之前啱做過 body check， 一切都好正常。不過冇 scan 過個腦，咁應該係一啲隱性嘅腦血管問題。我去咗醫院，我見到我老豆。佢頭部呢位置有幾處瘀傷，連眼角都爆埋。你意思係我睇下事發現場影嗰啲相，架車撞咗之後，司機位個 airbag 又彈咗出嚟，冇理由啊！你就算因為 airbag 嗰個撞擊力喺正面嚟，冇理由傷成咁噶。所以我懷疑我老豆頭部受嘅傷喺撞車之前造成。你話我老豆出事之前嚟到呢度啊？雖然成咗個車 cam 撞到爛曬，但係好在有記憶卡冇爛到。我睇個車 cam 條片，發現成叔揸車嚟過呢度，逗留咗大概半個鐘度啦，之後離開，中途出事。呢度咁偏僻，佢喺呢度做咩啊？你估成叔會約咗人嚟呢度啦？我查过成叔手机通话记录，发现佢出事前打过俾老友妈咪，有佢打过俾邵家碧，但系通话时间只有十秒钟，应该系讲紧电话时候出事。另外较早前仲有另外一个电话揾过成叔，根据时间嘅推断，应该系成叔揸车嚟之前。如果成叔今日约咗人嚟呢度，好大机会系因为呢个电话。知唔知系咩人打俾佢？个来电只系得个电话 number。冇顯示姓名，但我哋問過網絡供應商，已經查到持有呢個手提電話嘅人係邊個。冇錯，嗰日我係同你阿爸傾過電話。我老豆離職之後，優生你一路都冇同佢聯絡過。點解出事之前會突然間打電話嚟？高俊，你好似怀疑你阿爸嘅死同我有关喎。我真系好奇，你有咩事打电话俾佢？嗰朝早，我执拾我阿爸嘅遗物，突然之间心血来潮，咪打电话俾佢，想问啲嘢啫嘛。唔知系咩事啊？我有必要话俾你听？咁你有冇同我阿爸见过面啊？嗰日同佢通完电话之后，我去咗见客，后屘先知道你阿爸出事。